冰冷是伤害，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弹钢琴，我要弹的是《爱的罗曼史》，听起来有点恶心哎。有点什么？《爱的罗曼史》，感觉。厉害哦，怎么越来越厉害了？这首歌叫《百合花开》，虽然我已经过关了，不过我想弹一次给大家听，因为这好像没录过，好像，算了，就直接弹。厉害！我差点整段都没呼吸。那我来唱喽。这是最后两句啦，百合花今年又开，我们却要别离。太长了。我教一下大家，要是呢你弹到这里出现有个这样的符号，就是代表反复，然后你要找那个反复的地方，假如说我找到了嘛，在这里跟它一样点点，面对面的点点，那你就要从自己继续弹下去，然后弹到这里一的时候，这里就不用弹，直接跳到反复二。
记得在这最后一首了。所以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还是上个小铃铛可以刷新影片通知，还要记得留言和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